很多的机场的店都没有开，然后你看，连贵宾室都说暂时关闭，真的是一片黑黢黢，只有 flight club 就是勉强开，然后下面都是那个店都是没有开的。其实刚才一路过来，我心里非常的害怕，因为我不知道今天的政策有没有改变。那因为我是要回台北，我有这个永久居留，基本上是我已经问过了，就是不需要特别申请什么其他的文件，只要拿着居留证和拿一下护照就可以回台北。但是呢，你知道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变数，所以呢，我就蛮害怕的啦。然后幸好最后是有成功的，现在要准备去登机。而且就算是我拿到了机票，到了那个要过关的时候，官员还是有问说你回去干嘛，你会回不来这样子。我说哦，那因为现在是 RMCO， 也就是复苏管制令，那就是他之后开放我还是可以进来，应该是说可以用申请的进来。好，你们看到平常都是搭这一台这个轻轨列车，可以接驳到那个另外一个航厦，但是呢，今天的 Aerotrain 也是休息的，我是搭巴士到这一栋的。OK， 这一个无人识在暗暗的所在，好可怕！这不是我熟悉的机场，真的是很久没踏上机场了。但是这一次的飞行就想必没有那么愉快了，待会儿呢就要被戳鼻子，我真的有一点不安，可是我觉得应该是 OK 了，毕竟我鼻子够大。有关系吗？熟悉的桃园国际机场，哈哈，什么都没有改变，就是人变得比较少一点。我今天逃过一劫，我以为我一下飞机就要被戳鼻子，没想到，非常友善的工作人员说不需要，因为就是除非你在那个隔离期间出现一些症状，希望不要。那其他的呢，就是照着程序走，早晚量体温，然后他们会一直密切的留意，手机要保持开机。好的，已经要准备去搭防疫那个计程车，直接到防疫旅馆咯。Go！ 就是他们都会非常努力的把消毒，狂消毒，疯狂消毒。防疫时间，价钱也不一样。好的，所以是 OK 了嘛？可以。好，就是现在，就机场的客人应该也少很多了吧？非常多啊，嗯，我们的营业额差了三分之二，哇，一个月下来差三分之二，哦，那你怎么办？你有去跑其他的？没有了，
我们规定不能去跑其他的，就只能跑机场。哎哎，那这样子要怎么过活？如果业绩那么少，只能没办法。其他的也没有什么生意啊。是啦，是啦。毕竟现在也不能旅游，然后。对啊。对啊。整个机场也很多地方没有营业，就是没有，那些店啊，免税商区全部都关了。没有生意，他就尽量关少一点。就是这一次选择的商旅，因为要住14天呢，也是有一些费用。那这些费用，因为都必须要自付的，所以呢 ，OK， 看起来这边还不错，所以我就挑了一个还 OK 的。毕竟已经很久没有收入啦，所以千万不要再不能随便浪费钱啊，哈哈。OK， 我要住的房间是多少呢？快走！哦，他说门已经开好了，而且他会帮我去买晚餐。OK， 哇！还不错哎，挺喜欢的这个格局，美美的，还行，都是跟照片的长得很像，我还可以天天泡澡。美中不足是，盥洗的在这里，你看我就说大包小包，哦，吹风机，还不错嘛。我 OK 的，14天，很棒啊！还有窗口，可以在这边看着大家逛夜市，但是却不能下去。我太难了。结束之后见。